怎么了？啊？你还好吗？怎么样？哎，见过这个人没有？啊，没看到。你看清楚点，这么高，有伤的。是你撞的我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可以给你解释，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。那就报警处理吧。拜托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好好商量，能不能不要报警？拜托。那我是谁？记得是你撞了我，还是说一说赔偿的事情吧。我是真的没钱了，刚我去缴完费之后，我现在包里就只剩1888了。所以要不然，你住我家里吧，我家里也挺豪华的，不比那希尔顿酒店不好。然后如果你要什么护工的话，我可以当你的护工，行吗？不是不行。